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4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最新一波的 Deluxe Class 的玩具胡蜂。那这款玩具的话呢，一定呢会有人很好奇，哎，才跟2014年到2015年之间官方主力的 IDW 的胡蜂的话呢，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两者的话呢，如果说之前的犀牛吧，两款呢还稍微有一点优劣上的可以稍微对比的。那如果以这款胡蜂来说的话 ，IDW 这款我认为是各方面是胜出比较多啊，比较明显啊。那我们就稍微做个简单的对比。首先呢，在武器的部分，这一次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枪而已，而且内部的话呢是一个空洞。而先前 IDW 的这一款的话呢，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啊，在人形枪的时候是握这样的。变成蜂的尾巴的时候呢是折进去，两者不太一样。后方的话呢，这一次用了一个紫色的这个透明件，然后还有这个甲壳啊，你会发现呢这一种纹路啊，这一种弧形其实比较接近于早期的，就是很早期BW 系列的玩具。可能有一些有怀旧情感的玩家会觉得这很不赖啊，确实它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它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翅膀，先前的 IDW 的话呢则是一个透明，而且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反光，上面的纹路的话呢也是做的算是比较脱离古早玩具的感觉，而且它是有一个联动的装置的，按下去之后呢它这个后面的翅膀是会动的啊，但这一次的一个王国的话呢就没有了。那武器拿掉之后啊，它会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空洞，这个空洞的话呢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但是至少之前 IDW 的话还没打穿。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脚后面小腿后面这个是完全有补起来，对，这个就是有补起来，真的就是把它补起来的一个盖板，但这一次的话呢就没有了，那这个可能也是不意外了啊。再来我们来看到头雕的部分啊，它的头雕其实很漂亮，而且分色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比 IDW 的这个分色要更加的鲜明，更加的好看。它的透明件呢是后面跟翅膀一样的一个紫色，IDW 则是一个透明，但是透光性如果你后面不打光的话呢其实并不明显。眼睛的话呢这是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紫色，然后还有一个复眼的一个刻画，但这个复眼的话呢现在 IDW 也是一样有的。再来胸口呢，两者都是做出一个把蜂头分割开来的感觉。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一下不对，还有最后一个对比啊，就是这个脚，昆虫的脚，先前的又细又长，这一次则是变得比较粗比较短。但是我必须说一下，它这个昆虫的这个手脚啊，在旧有的玩具呢它个头比较大又比较细，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呢你并不觉得这个手脚呢去干涉到我们把玩比较多。可是以这一款，因为它的玩具已经缩小，然后这一些虫的这个节肢的部分呢又这么粗这么大，其实是蛮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把玩的啊，包括翅膀的摆放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愉快的一个感觉。再来就提到它的一个小细节，首先呢它这个胸口呢跟身体中间的话呢是没有，前面是没有直接的卡扣，它的卡扣是靠后面这个两个地方扣进去把它给固定住的。再来它这个头要分开的话呢，它其实靠的呢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獠牙的部分，獠牙的部分去卡住身体中心的这一块啊，以达到它这个胸口能够分开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扣得很稳，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的话，它就很容易会去合起来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再来关节的松紧度来说，它的这个脚的这个根部啊都是偏紧的，那我有上了一点细油啊，或者叫做大陆的朋友称为硅油的这种液体，把它给稍微补强了一下。再来真正在把玩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腰部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啊是比较容易去松开的，如果你就是把玩太过火的话，就是不小心是会滑出来的。那它有一个腰转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啊都有转动，包括拳头也是可以转的。然后这个拳头的话呢很紧啊，我也是一样有上那个细油。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偏紧的一个关节，后方翅膀是一个球关啊，这个关节这里不用上细油，我觉得恰到好处。那么呢脚的话，这个脚的结构啊跟旧的一个版本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脚后跟呢可以立起来，所以呢它在一个变形把玩的时候呢
啊，不对，所以他在人物站立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做很多很不赖的一个调整，加上腰部的一个旋转啊。原则上来说呢，这一款玩具的一个可动表现呢算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哎，差点要提一下，现在的这个脚的一个接地啊，几乎是围城系列之后啊，官方 Deluxe Class 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标准配备了啊。这个地方只要往下压一点点，再做一个简单的调整。人物的站立性呢就会非常的好了。整体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差的玩具，但是如果你要跟先前的这个 IDW 相比的话呢，啊，不免还是居于一个劣势的。我们呢来到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建议啊，你这个拳头可以把它转到侧边来，因为等一下的话呢，在变形完之后再来转就没那么容易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分给打开，腰部呢先旋转180度。到后面做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往内折进来。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上方这一带先给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地方啊，顺势一捏，它就下来了。那头部这个地方收进去啊，跟 IDW 那一款的变形呢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地方记得先把它给压进来了啊。再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拳头呢给转进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下面这里有个小凸，小凸就是要扣进这个洞，这个洞。那我们就是呢，几乎就是把这个拳头，哦，不对，把手臂呢给做一个打断反折的一个状态，把它给扣进去。那我们刚刚拳头已经转好了，就会形成这个形状，会比较容易做一个结合。这个地方转进来，然后转到外侧，看到吗？这样子，这个手肘的话呢是反折的一个状态，把它给放进去。这个地方卡扣呢找一下，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它的话呢，这里有两个。长的这个，哦，不对，有两个短的一个凸会连成一个横杆，这个待会后面要做一个结合用的。然后这个头暂时到这就行了。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这个脚后跟收进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前肢啊先往前推一点。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地方有一块凸，它扣进后面黄色这里有一个小洞，把它给扣进去。这边卡进去，然后呢，脚就顺势的往前放。那往前放之后啊，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从这个地方反折，你可以两脚呢先做个合并，好。然后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好，先到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里中间会形成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就是要去扣我们刚刚组合出来的这个地方啊，以这个地方为目标，我们把它往上面扣上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往上面对一下，把它给合进去。但是呢，它并不能够合得非常的密合，我觉得它只是稍微放下去而已。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你这个脚啊可以往上推一点，它会有一个稍微去卡住的一个角度，特殊的一个角度，记得把它给卡到那个位置上面去啊。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再反折下来，等于是说尾巴往下缩，这个地方往上提啊，这样子互相施力，就可以把它的身体呢全部挤在一起，就达到一个固定了。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脚给转下来，脚给转下来。好，那么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前面这里的话呢，你还是要稍微去把它给稍微去扣稳一下。那基本上啊，这个地方记得往上推，它的一个稳定度会强上很多。那最后就是把这个翅膀稍微做个简单的调整，以及最后啊这个尾巴的部分，把它给扣上去。它的变形呢，跟 IDW 那一款的话呢，几乎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都是一样的，除了这个手的收纳不同，它的手一样都是翻进身体内部，然后它是反折上来，这个只是顺着一个折，然后脚的一个部分呢，它在原本从，哦，不对，人形的腿上面是从的前肢，然后这个的话，则是变成了一个后肢，那手臂的话，自然就是反过来的。那变形来讲的话，就是反正就是非常的接近啊，所以我拿起来的时候呢，就也不用特别看说明书啊。对，这里还有个地方要扣进去啊，这里没扣上。好了，这样一来它就更加的稳固了啊。这里刚忘了展示一下啊。对了，然后它的这个应该是往下面啊。好，你个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大小的话呢，变成虫形之后呢，依然是这一款 IDW 比较大，但是以虫的形态呢，它的一个尾部，你看它可以翘得比较高啊。这并不是说我的脚的一个，不是说我虫脚怎么摆放的问题，而是它就是
它就是设计成这个地方它可以翘得高一点，以身形的比例来说。那手部呢都是他们共通的缺点，以手的曝光程度的话呢，这一次有稍微进步一些，至少它还是藏到身体里头，这个的话则是完全是暴露在外面。那它的一个背上有一个派系的一个标志，而且有另外做出一层的一个甲壳的一个感觉。当然呢，在翅膀这个部分的话呢，绝对是应该还是旧版会完胜很多啦，就是别的不说，你光是有这个，对不对，光是有这个可以动的这个机关呢，它就胜过非常的多了啊。那我们就单纯的来看一下啊，这一款它的一个牙齿的话呢是两侧可以张开，但是这个头的话呢感觉不是扣得很稳啊，有时候会爆开。那整个卡扣的话呢，就是这里尾部这个地方扣下去，身体内部有一个这样插上去扣住的啊，还有头顶这个地方，三个地方扣上去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啊。虫的脚呢是刻画真的是太肉了啊，也很小，这个根本就不是甲壳生物的感觉啊，像是肌肉的感觉，对不对，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但是头型的话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这个触角啊是可以动的，这一点有胜过原本 IDW 的。AW 这个是软一点的塑胶，但是它基本上是不能动。那这一次的话还稍微有一点小改进，然后翅膀的话呢就看你个人的偏好，你喜欢怎么放了。但它放的一个角度你可以感觉到它跟这个的一个分配的一个角度不太一样，你能摆出来的感觉其实是有点不同的。那这个家伙因为 BW 的话我没有看到这个家伙出场，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定位，但是收复数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蜜蜂嘛古风嘛，这个白堆也是看起来不赖的。那整体来说这个玩具呢也不差啊，但是你要跟 IDW 相比是有一个落差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听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